大家好，我是老后。上次不是有个女的回来看她儿子吗？她的婆婆和前夫极力的反对，因为有些事情大家都讲不明白，所以不给她进家看儿子。她也出去有6年多7年了，所以上次她回来的时候，我遇见她。帮他叫他儿子来我家和他见个面，也经过我多次的调解，所以他在我家就见到了儿子。昨天晚上他要打1000块钱给我，叫我捐给他儿子。我看现在差不多时间到了，因为5:20了，他儿子也差不多回来了。待会我去接他儿子来我家，和他妈妈视频给他和他妈见个面。其实他可能孩子嘛，他心里也是很想他母亲的，他母亲也是很担心的，也很爱他的，所以现在我去他家接他，走吧。哎，走了啊，我也是关子啊。到我没？啊？我不我，当网友问我的哦。哎，这，这我来说啊。你一天弄什么呢？你自己找嘛，弄你拿什么呢？不知道。自己找，还没？还。还了。那你弄几元的吃？你拿哦。那你爸没在家嘿？你，那个你想你妈没？是啊。想没？那我等下子，你想你妈，我你妈也想你。等下子我给个放个视频，跟我你妈见面，你喊你妈哦，好，乖了。对，你妈就会寄了钱了给我，喊我捐给你。你一天早餐钱，一天你用几多钱用没？用。用了买嘛？早餐。早餐用嘿。那我给你呢，早上，你来。是哪一代的？我的爸爸哪一代的？那等下子，你爸你妈寄了1000块钱来给我，给你哦。等下子我要给你，懂没？我要给你哦，你慢慢吃，哪有哦？来要哦，慢慢去，要两天要。哎，这1000块钱，等下子你拿粉头，你要给你拿烧哦。你拿你讲，我妈给我的早餐钱哦，喊你拿粉头扔的就给你早餐哦。不行，你拿你买你摆在家哦，你烧的就够饱了哦。你到哪家去拿钱不哦？拿着来，王姐，来我拿回去吃点啊。像你妈没？像。像哦。
你也听话哦，好好就是哦。什么？哦，在厂里这边上班的。上夜班。哦，你在。上夜班。哦，现在我早上你昨天你汇钱给我，今天我取了1000块钱，你汇给我的，现在我交给你在。然我你再搞黄秀，我肯定给他家来接他，他黄秀了，我直接接他来。哦，接他来，现在他在跟你讲话呀，哦。嗯，那麻烦你了不？啊，没用没用，那在家加夜在没哈？妈哦，阿弟哦，呢吃饭了不？哦，呢他吃饭。吃谁？吃谁？谁娘？婆娘，他谁个了？他遐谁婆娘了？哦，给没？你妈辛苦，呢他真没吃饭了，真没吃饭上班嘿。呢哪？哦，开啥业？哈，妈个妈讲话，你也听话。你等下听讲好。等下你上班辛苦了。哦。辛苦也是为你嘞，没辛苦嘞哦，你在家听话就得了。那都是亲戚好不？这个债我跟你讲，跟你讲，见他的奖状蛮多的不？哦，考试了怎么样啊？阿弟，第几门考试？第二门，又是第二门呢？第二第三门的哦，亲戚好不？跟着哦，嗯，还要继续努力不？你妈辛苦的，这边。然后是第一面堂，懂没？嗯。既然你要想买什么，想要什么，买书啊，买地啊，农民我都那个。啊，你妈都有钱给给你哦，他辛苦上班有钱给你哦。嗯。他就是。啊，华夏少，他想你个，他讲他想你，懂没？是啊，我一想他个，就是他有点远。想回头，跟着时间来没定。是个，我那一直等等我，一直，嗯，有忙过来可以签的可多，对没？想是想，对不对啦？没有，你跟你妈讲，跟你我给钱你了啊，跟你妈讲，讲。你收到姑娘的钱了是没？嗯。收了1000块钱，麻烦包了。等下我给你拿，给你拿呐。想买什么品种的？买衣服啊，买笔，买书，拢是个哦。嗯。嗯，大家听见个了哦。嗯，俺妈妈吃饭准备上班哦。哦，那身上没好几多，身上没好几多，唔该哦。他想你个，他怕你少点，跟你妈讲拜拜，跟你妈注意安全啊。嗯嗯，拜拜。啊，啊，嗯，拿个蛋啊，拜拜。嗯嗯，麻烦你了，阿姐啊。没有没有，嘿嘿嘿，没事没事啊，先开店啊。嗯嗯，好的好的，感谢。啊啊啊。嗯，再见。啊啊。你们是不是跟我店里嘛有点生疏了？那你嘛？跟你讲话，你都没音的大声，是不是？你讲话小声，是没？哦，那你要努力把你的成绩休息好，懂没？成绩好嘞，就再打给你妈的安慰哦。你给你妈来吃饭，他马上去上班了，懂没？7点钟上班，是不是？给你妈留了，最好。你得听话，努力读书得了啊！嗯嗯，你妈她会得空，她会再来看你的啊！嗯嗯，对，哎，你在坐等娘们去办，娘们去办完就去搞啊！我不去了。没去嘛？去过，我们去办你去。没去呀？没去，娘你去搞了。嗯，娘去搞，我送你去搞的啊！
没啊，是咱拿钱，你得拿俩给你拿哦。快快快，我将送你去打，你没去，我就送你去打，来。刚刚我也把小孩送到家，他也把钱交给了奶奶，这样我也放心了。我希望年轻的爸爸妈妈们，你们在离婚前一定要考虑清楚，为了孩子你们也要隐忍，还有也为了孩子的将来着想。这个孩子现在导致他都很内向，不爱说话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老霍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。喜欢老霍的视频请点赞加关注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